这是今日俄罗斯自己说的。德国计划要驱逐30名俄罗斯外交官。3月25日，那位曾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360度改变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再次成为媒体焦点。据德国媒体焦点报道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表示，他计划再驱逐30名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，原因是存在间谍活动的担忧。哎，你看，人家自己说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得意呀，还是他们也乐于看到被驱逐。有人说了，驱逐了好啊，驱逐了。省得他们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，让他们回去受受苦。